是哟，孙又来了，这条公仔时间啊，赞！这次不是 GK 啊，也有 GK， 但就是我家到底多了什么东西？这你知道吗 ？Liro 的名人呢、欸？你看都灰尘呢、欸，那你知道这放多久了 ？Liro 是一个牌子啊，你知道吗？就它会做这种有特效的，像海贼王七龙珠啊，火冷啊，是哟。我们介绍完一个了，还有这个啊，你最爱的富兰克斯，哎、欸，这个很紫哦。精品啊，有些精品 CP 值很高啊，那有些精品真的脸很崩，就精品要看，因为才四五百块而已啊。那有些像这个就不错，我想在我家出现精品都是赞的哦。还有这个很酷啊，这个是兽屋的但丁，酷吧？恶魔猎人啊，我想买那个兽屋的维吉尔，铁你知道吗？但丁，我没玩游戏。像你看那个就是 Liro 系列铁，你看那个卡卡西，它就是会有特效，你看后面有那个虚佐能。太多讲不完呢、欸。还有这个，他腿断掉了，他一来腿就断掉了。我永远记得他腿给我断掉，我永远记住这个痛。为什么会断掉？是送来就断掉。送来就断掉，超 QQ 的。你最近没有在买 GK 的是吗？有，但是我都没办法开啊，因为家里不够大了。这个你看，达尔 GK 还没开啊，帅吧，赞啊！是这个快开箱吗？身为一个专业的模型 YT 主，想要看这个开箱的话，自己去网络上搜的。没有啊，你们想看的话下面留言啊。还有这超厉害的，这个我忘记什么了，这是玩具招待所给我的，就是那个依林带我去那个啊，为了你们直接割开，感谢这个 New NB 啊，叫怎么念啊，都戴他们家的帽子。 New Era New Balance 怎么搞的一个保险套，我你都不用了，我用了，我现在都会用了。哇塞，你看这个放多久，你看我超想开的，但真的因为到时候又要搬家了，所以我都不敢开太多。这个是那个二代火影水龙蛋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天哪，它超大盒，你看有感觉到它的分量。二代火影，然后后面一大堆水龙，看中间这样子，超帅。好，展示完毕。现在这没有空间放啊，之后搬家再开给各位看的。还有这个啊，这是宇智波斑啊，你看年度斑，你知不知道？好像是1:4的哦，你知道吗？超猛的。我是因为最近太忙了，而且又要弄那个 MV 啊，主要还是家里空间不够，而且搬家好怕麻烦。哎、欸，到时候搬家你们来搬也很刺激耶！看谁敢拿那个布罗利，超刺激。我们应该要骗其他 YouTuber 来，说有个大活动，他其实帮我搬家。这是什么？我练住啊！哇，甘露寺秘礼练住啦、啊！感谢玩具招待所，赞！给各位看一下练住啊。好、oh, ，OK。还有这个都还没开耶，天哪！你看一翻赏这个超市了。对啊，还有这个啊 ，Hard Toys 钢铁蜘蛛了。呜，还有这个，我第一次放这个充电炮，好好玩。我那天跟赛啊第一次放充电炮，哎，还有这仙女棒，他说这成人版仙女棒，超大根的，想不想来玩我的仙女棒啊？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还有这可爱的啊，你看我也有可爱的哦，玩具总动员啊，哎、欸，那是我要送给别人当生日礼物的，编的吧？这个什么小方，上一般赏那个小方，我也收一些 WCF 的哦。你看这我自己买，可爱吧？因为它普屋太讨喜，超多女生喜欢普屋。还有这个元气小子，你看它是可以变的，它个别可以变形。蓝光人系列，还有什么东东？一般赏，平常影片就有拍掉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讲一般赏，我赚到精品。用吉他，天使卡板来了，装正帮我拼了，给一些各路好友来拼了。SHF Coming Light， 哎，这个是鬼魂的那个，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。这是宫本武藏，宫本武藏的灵魂上去身上，你看哇，最后赏你看晒黑的布罗利。哦，对了，安全帽，你看，哦，是悟空的安全帽，哎，你看悟空的安全帽。哇，这好难开哦，这个跟国中跟高中的时候一样，找不到，最后超累，搞得双方超不愉悦。终于拿出来了，悟空的安全帽，因为我会舍不得戴，我怕它弄脏，因为我安全帽都会起口口，我觉得太适合拿来展示用，非常可爱。还有一个，斯巴达系佛利萨的安全帽，哎，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超爱，很好看，你看不会太中二？你看后面有那佛利萨背影，试一试。还有这个地翻赏的垃圾，我抽不到那个 A 赏圣刃，我想要圣刃，这个我超级傻眼的。这一盒就是我怎么想不到，我怎么会买这个？制作的那个 Night Monkey 夜猴啊，我那天去那个西门野兽谷，看到这个 Night Monkey 在现场，哈哈，谁会买这个啊？那黑黑的好像灵眼哦，好好笑哈。就绿就说你有定了。天哪，我去年居然有订，我傻眼，我居然订了，那时候我把钱付掉了，他是隔了一年多才来，我可能是因为他里面有个地台，就是那个电影不是有火元素，我还是为那个地台买的，所以我这次是蛮意外的。好，一般赏不看，我看到什么 SHF， 你看到坏咸蛋超人，我其实没有看力霸王，我只纯粹觉得他这个造型很帅，小丑的感觉，明智的唱片，这好久以前了，就是我去马来西亚送你，还有那个时候哎，我那时候拍了36小时，还有什么东西，还有古巨基的唱片，未许哦，未许的专辑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开过了，那1:4的钢铁啊，我跟安西开过。Hot Toys 战争机器啊，这个我觉得超 QQ 的，因为我买的时候好像是原价买的，好像真的花11000-12000，但现在这次已经掉到6000-7000，超无言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次是我家目前最有价值的公仔，我把它放在地上生灰尘，它比布罗利还贵哦。这个3A 的科博文骑士科，你已经分不清楚是灰尘还战损了。当初买2万，2万还2万1，放在这边生灰尘，像话吗 ？Hot Boss。
目标玩小三，玩小夫。Welcome to my room. Welcome to my room. 看，我教你第一个奇遇。这只实体很不错，比有些精品好。有些精品脸是崩的，还有这个肌肉是哇，帅了哈，装正，普通超级好哦。小姐，小姐，叫小姐。你看，里面都有戏，不是很赞吗？还是衣服质感很好。可动的好处就是，你在床上无聊可以把玩。这种质感很好。喂，装正讲到重点了，可动玩具最怕就是玩久是腿会松嘛。不能太紧。还有这个圆柱，比一分什么？对，甜甜你内行人，讲到重点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一番赏无线列车圆柱超奇怪，连整个好像玻尿酸打太多一样。这个 OK， 也没崩。所以你看圆柱的精品一上线就卖800多900多。看下一个圆柱 ，Sega 的圆柱，你看，我觉得脸是没崩的，是这头发颜色稍微淡了一点。精品真的，它有时候精品就是这种 CP 值很高，有些四五百，但做得很不错。但不是每次精品都很棒，但头发就真的是比较糊一点了。比姚信还敷哎，那是精品嘛，又不是 GK 七八百，要怎样？水战也是不错的精品。还有这个，怎么奶奶上都灰尘了、啊？等一下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是不是叫狂山啊？石奇狂山吗？还是 B I N D I N G？ 有专门卖兔女的，还有把很多角色变成兔女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是真的袜子哦，不是那种涂装的。哎呦，对吧？我都简称这种叫淫荡公仔，因为有时候其实不知道这些女生是谁。就是一脸很淫荡，那穿得很淫荡，所以这些淫荡公仔奶奶其实不好保养，因为他们都很容易脏掉。哪个 CF 啊？圆柱，这个清新墨香绿茶。米克夏，这米克夏，米克夏赞。还有这个厉害啦 ，SHF 的圣刃来啦，多好看啊！我很喜欢这种不对称的设计。你看这边开书的地方，你好歹给个贴纸吧，这很便宜耶，这才900多耶。那不要强求了。还有这本书好好笑，我在北车第二街看到秒买，这我第二次买这种 H 漫，我第一次在日本嘛，那时候我们去大阪 ，seven 我买了3-4本，因为我觉得太好笑，我回来带给哥们看 ，3D 还是 3D 的，还全彩印刷，你超精密质感，你看里面男主角是鱼人吗？他男主角画的超好笑哎，你看上衣掀开了，你看他是什么啦？为什么行房式可以行到牙龈流血？他里面还有阿黑眼哦，他跟上那个潮流哎，我看 IG 好多女生在做这个，就说有点斗鸡眼，然后吐舌头，真好看，我也是爱好者，那个表情很棒。哦、这个是女仆，但我没看过这个角色，我不知道这个角色是谁。但就像我说的，他们奶奶都需要保养。恐暴龙，有看到魔物猎人，我们都叫苦瓜，很凶哎、欸。还有这个尼禄啊，你看他机械手臂，他可以换手啊，还有电击手，很多手，超好玩。SHF 的钢铁人马克七，我靠，走开蚊子，智障，你给我养你，走到了，走到。我讨厌蚊子，真的。Get out of my way。嘘嘘嘘啊！还有这个40周年大戏嘛，我已经请高雄的朋友拼完了，在楼上，本体真的超美。这个是全新的科技，你看后面一层一层，你看那个那高雄的朋友，我本来以为他很辛苦，可他说这是他玩过最好玩的拼装过程，还会发光哦。啊，这太神奇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黑色战斗暴龙兽，哎，帅的哎，开放好友来组。还有这个 H I N 的天使钢弹，你看。包站的钢铁加入哦，这3A 的科普文哎，你看到吗？利罗系列啊，超香脚十二人哎，我很多稀有的在这。它这个超像手机，但不是手机，它是那个第三方出的音波，变金刚的音波，这也是放好久了。我记得这叫反胖鲁鲁修的，反胖的鲁鲁修。可是这个女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但我 C2 她真辣，这个不太辣、啊。还有这个高质感的悟空，它是那个手臂是那个包胶束体哦，它的关节没有外露，不像 SHF 那样，就比较更高级一点的可动 SH。走，我们上去吧。小心小心，这里面的品名都喝仿了。实体，有没有看到我家现在最萌的钢弹？那个叫什么？液压管。因为我对钢弹不是到很懂，但略懂。帅，这个乐高的车，红底鼠，亡命关头。哦，对啊，培根送我的死侍啊，送我灰的，你看，感谢培根，很有心啊。那之后就是在夜店吐的，我整个鞋都是呕吐物。还有这个啊，庄正给我生日礼物，神枪一把，这个在那个乐舞场可以狂射哎，电动的。还有电呢。欸哇，谢庄正，还有那天那什么东西啊？功夫茶那天怎么得到这个电视？为什么得到电视？啊，有猜拳对不对？你根本用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想说就拿跟队友好就送给谁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对，他说艾斯，你看一直没讲到他哎、欸、，POP 的艾斯，你看到现在还没开，这么帅。而且他的假面的变身器啊，只是都在楼下。我很喜欢千玺哎、欸，哎，你看真骨雕 ，Kiva， 就他是完全仿照剧中那种一套感觉。还有这个，你看上次讲过，我知道。对，这个手怎么跑过自己奶奶？干嘛、啊？你看卡塔库利啊，这超帅的，这也好久了，快2年了还没开，这个超赞的，性感兔女郎这边有一个，你看啊，这个在日本买的，想起来了，超龙摔到的那个，对，我超龙摔到哪里，在这里啊，这个利罗的布偶力超帅，这只，那超龙直接给我砰，感谢超龙，霸王龙一定要的，霸王龙 MP43， 我现在是秒买。来，不要说是对你们不好啊！这个超屌的，3200送给你们。田庄正，不要说我对幕后不好，3200送给你们，这超可爱，你看头会动哦，你看。
看到没有 ？Hot Toys， 给你们。因为我常常讲一句话嘛，就是公仔它没有开也没有灵魂啊，所以不如送给合适的人。伊林老公送我的那个灭镜龙啊，那时候生日礼物啊，原本以为很猛，打开其实蛮小一只的，但心意到最棒了、啊。那边很多 Hot Toys 盒子，大家不知道，我也是一开始是玩 Hot Toys 的。萨诺斯，你看多怀念，看到就难过，哎，那是香送我的。No！ 我以为是萨诺斯死了，你很怀念。不是啊，这什么乔老师给我这个？这刘备钢弹，我跟你讲，真无聊。终于听到实话，这个真的是可动性的卡卡的，比较微钢啊。前世我们这边小物专家，他们喜欢淘宝买一些无微博，很有趣。送你整个名人在你脚上，我去了，我怎么了？长袜，整个超人在你脚上，太脏了，这很有趣啊。你穿去那什么 Crash， 可以大声看你，整个达尔在你脚上，闪电侠哎、欸，我穿闪电侠。对吗？要抽吗？观众想要这个吗？那有点挂汤了。哎，叔叔，今天睡到早，没几个小时，大放送给你们袜子。留言抽起来，一人两双啊，成双成对。留言说这个孙生公仔棒棒棒，我爱你，袜子。好，就可以抽奖了。睡啊睡啊，今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到底多了什么新东西。这还有那个刀，我很期待那个刀哎、欸，官方不是鬼面那个刀吗？按会有声音的，超期待。其实还有一些 GK 没来，但是蓝脸没办法开，之后要搬家。喜欢片订阅、分享，大家小铃铛叮叮开起来，拜拜。Whatever， yeah。